Ladies and gentlemen, 开窗看天气。不是说今天晴天的吗？我感觉阴阴的。还行吧。不下雨，就挺好的。刷完洗脸，我们现在出来吃饭，今天天气不错。刚才以为是阴天，但是出来呢，发现又有点冒太阳的这种感觉了。然后我们是走路过去，吃完面，然后再开车回去。今天去钓鱼吗？下午。刚才一路过来，发现扬州这边有好多，好像是维族的小姑娘，应该是学生。这边是有学生吗？这边是有那个维族的交换生。你看前面这个又是维族的，好多好多扬州这边。喝一杯娃哈哈，然后咱们继续走着去吃面。来果园双马领券，79减30。裤子啊，这个奶酪好。他们家招牌是什么吗？招牌的话，如果说你想喝奶茶，我们这边有奶茶大满足，然后还有大大碧虫奥运波波冰。肉哥点的芒果什么东西，芒芒冰哦，芒芒冰跟我上次来这家喝的是一样的。他们家招牌昨天喝的是这个，昨天喝的是啥？奥运波波冰，奥运波波冰，奥利奥和芋泥，芒芒波波冰，尝一口先。味道真的，哦，好奶呀！啊，味道不错，就是略甜一点。你应该跟他说的，你应该跟他说少糖，少糖啊，少糖啊，三分糖，少糖的。还有一杯啊，鲜百香乳酸钙奶。哦，到了，这是我们吃饭的地方。啊，好，哇靠！我说了少糖呀。一家面馆，掐面掐面。加码的那个。我们实在是太没有选择性了，三份肥肠加个配料，三碗面156，好慢啊！我们估计还要等好久才能吃上面，前面有好多人在等。我发现一回到这边，很多餐厅就开始等，吃饭的人就开始等。终于来了，我又点的跟上次一样，肥肠加了点牛肉。吃过肥肠吗？这边肥肠相当臭。哎呀，不过这个是口味比较重的面，红烧牛肉加上大肠。对，吃多了会有点腻，但是味道是挺好的。哇，吃完
吃完面出门晒晒太阳，难得，真的是难得难得晒太阳。先晒太阳，再给月龙哥点了碗面，让我们打包回去。现在咱们来车库找我们的皮卡，看一下，报一下。左姐是赣 A C3L21。走，出发，去找月龙。哎，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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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边的话，把我开崩了。地方还是比较。把我开崩了。走，哎。哎，直接到嘛。走。我都没动。对，正在那。嘿。不知道菜怎么怎么吃。来吧。我们三个呢是吃过面的，所以说就没怎么吃，陪他们吃了会，然后现在回去了，回营地去休息了，晒晒太阳。现在回到营地里面了，我们等等去就在这边附近钓钓鱼吧，就在这边周边嘛，周边钓一钓。它前面刚好有一个湖嘛，然后咱们就在湖边那边钓。现在还有你不少人在那边钓，咱们去看看。感觉来到了这种房车营地，就像感觉就像来到了宠物乐园一样。挺好的呀。狗狗猫猫。啊，咱们吃了都不要吃吗？这边没啥草可以吃呀。这边草多吗？你看这边草多。那个他会自己找。应该肠胃不是很舒服，然后再吃草。来这边嘛，来这边嘛，来嘛。我把渔具呢都放在这个皮卡的后斗上面，所以我们先今天呢就啥都不带，就带根杆，然后带点料，然后就直接去钓吧，方便一点。预备，带个漂。带个漂，带个桶，带个漂，带个桶。带个漂，带个桶，带个钩子。我现在在那货，刚刚把漂给调完，人家前面的人都收干了，你看他还是有几条鲫鱼的。在这边货，因为我们是站着钓嘛，所以就护一个拉饵好了，护个拉饵方便点。好了，现在我护好饵了，让这个饵静置一下，静置个几分钟，让里面有点拉丝，然后才好钓。因为这边水不深嘛，所以说就用拉饵钓，拉饵钓比较方便，比较快。看不见了呀，瞎了。我们钓了一会儿，但天就黑了，差不多一个多小时吧。钓了七条小鱼，我放了两条，全都是旁皮啊、白条啊，全都是旁皮跟白条，旁皮跟小白条。你看，全是旁皮鱼，小旁皮。就给它放生了，怎么钓的怎么给你们放回去。哎，又有点喝多了，在这边就每天就吃饭喝酒，就喝一点酒我就有点头晕，好困啊，现在就想睡觉。现在是在赛德的厂家里面吃饭，他们的老总。这边看到一些照片，非常有感觉的，就是房车的发展史。以前最早的时候就是这种一匹马后面拉了一个房，是吧？也叫房车。然后再过去就是这种很老的汽车，然后上面驮了个房子，
这些都是国外的一些房车的发展史，人家国外就发展的非常非常悠久了，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，咱们国家的还是刚刚才发展起来。哎，这个车超长，超级长的一个房车，这种拖拉机拖人一样的。然后发展到后来呢，就是这种很老式的美国的这种 C 型房车，看到没有？然后这里是最早的拖挂，这个应该是最早的拖挂吧。看这个很小型的小型的 mini 房车，这个就感觉就是一个床一样的，特别 mini。 国外这个房车的发展历史还是非常的悠久的，咱们国家呢，哎，好想回去睡了，啥都不想干了，就想睡觉啊。现在都已经10:20了，我们等等开车回扬州都还得半个小时40分钟。哎呀，这帮哥哥们也太能聊了，一直在聊。我是真的想早点睡觉，大家知道我的难处吗？好想睡觉，好困了。哦，他们也太能聊了吧，听到没有？我头疼。我们现在终于回去了，现在已经快11点了。太能聊了，哇，太能聊了，我早就想溜溜球了。是不是内心里面说我太懒了？我为什么要喝酒？你自己走都要喝的。啊，不喝酒我就自己走了，我操，太累了。然后让黄总送你们。我们终于到了，可以休息了。已经12点了，都快。我们家，哎，这不充电。冲锤子，你接个100米的线吧，给你冲过去。康博，啊，终于，肥来了，哇，都快12点了，我可太累了。其实今天感觉啥都没干，但就是忙活了这么久。开个空调，这边扬州这边早晚温差太大了。白天能将近到20度，然后到晚上的时候可能只有10度以下，温差有10几度，所以说特别特别大。把这个窗户拉上，赶紧煮一杯速溶咖啡，晚上就靠这个顶着了，明天还得早起吃早茶，我咋感觉这么累呢？嗯，房车都放在房车厂里面修了，我咋还每天那么忙呢？感觉啥都没干，但是好累呀、啊！成年人的痛苦太难了。做视频，赶紧的，已经12点了。为了梦想，坚持。